重排 NBA 现役八大单挑高手，德罗赞科比附体，杜兰特跌至第二单挑，在篮球这项运动领域是最能体现一位球员得分能力的标准。毫无疑问，单打能力出色的球员场均得分都不会低。近日由美国媒体重台了 NBA 现役联盟八大单挑高手，搜图编辑八塔图姆，塔图姆也是科比门徒之一。自从成为科比门徒之后，他的持球单打能力明显提高了许多，在进攻端变得更加自信了。作为球队未来的舰队核心，塔图姆如今的单打能力足以挤进联盟前八了。搜图编辑七，约基奇上赛季的新科 MVP 约基奇，本赛季一如既往的全能稳定。自从小球时代以来，已经很难再看到如此全能灵活的中锋了。他的单打能力是如今中锋球员中最出色的一位，尤其在禁区单打时，他的脚步令人联想到当年的奥拉朱旺。搜图编辑六，詹姆斯，别看詹姆斯已经37岁了，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其进攻端的竞技状态。本赛季的詹姆斯远投变得更加稳定了，年龄的上涨减少了对篮筐的冲击，更多的是低位进攻和远投来终结进攻。本赛季的场均得分仅次于杜兰特。搜图编辑五，欧文即便缺席本赛季大部分比赛，但是他的单挑能力必须认可，一对一很难有球员能够在防守端限制欧文，他是如今联盟唯一一位能够做到人球合一的球星，他也是控卫版的进攻万花筒，没有欧文无解的单打，也不会有2016赛季的逆转总冠军。搜图编辑四，库里本赛季再次重回 MVP 赛季水准，三分依旧准得离谱，只要给他空间都能将球送进篮筐。本赛季在库里的带领下，勇士重回争冠行列。一直以来，库里是联盟中被严重低估的单打高手之一，一旦三分手感来了，就意味着比赛在三节比赛时间内可以提前打卡结束。搜图编辑三，德罗赞本赛季是德罗赞生涯最佳一季，来到公牛的德罗赞似乎焕发生涯第二春，背靠背两场三分绝杀，证明了他是出色的关键先生。他的中距离单打一如既往的稳定，背身单打依旧具有当年巅峰科比的身影。搜图编辑二，杜兰特这位单打高手这次不是榜首了，而是第二。本赛季卷土重来的杜兰特努力带队重返争冠行列，中远投犀利的突破都是他擅长的进攻方式。搜图编辑一，字母哥排在榜首的是字母哥。本赛季的字母哥已经开发出了新进攻技能，其中三分、中距离跳投以及背身单打样样精通，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更加无解的字母哥。他也不再是昔日只会冲击篮筐的字母哥了。搜图编辑